林，赞！来来来，看看看，坐车看风景，坐船看海洋，要吃往来，就要买咱台湾粽。即马伫台湾，就要来吃咱上好食、上着时的往来。人客啊，你甲看麦，咱小英总统嘛是食甲真欢喜。咱来听小英总统讲，予咱知。最重要一个原则，不能够让人民的收入减少。趁这个机会，多做外销，把我们多汁好吃的凤梨销到全世界，来见证说，咱台湾人应该做晶片，咱台湾人买了就欧来国家的来吼。总统的目标就是介简单。为即摆开始，所有三地往来介绍，拢要维持伫即个水准。通通甲院长和农委会十个，这规个介绍维持好。大家免惊，总统挺咱，啊，咱农委会挺咱，啊，高雄市长也是挺咱，所有农民大家来共度即届诶挑战，安尼好无？好，安尼好无？好，感谢大家收听。啊，即摆往来平台，啊，再出来，所以我们消费者。不要急着吃凤梨，因为我们后面还有很多凤梨要上市。对啊，所以咱把订单弄好，让我们农委会来调配。那我们每一个地方在每一个时间出来的凤梨，都以最好的价钱销到我们的消费者、我们加工的厂商跟国外的客户来做换单。好。往来有吃丰富的膳食纤维、维生素，还有矿物质。而且往来慢慢来煮菜，给咱加工做成咱凤梨罐头来保存。还有咱上介介意的往来酥，酸甜啊酸甜的滋味，是咱台湾上介出名的伴手礼。台湾在地往来品质好，甜度有够，咱小英总统挂保证。金赞凤梨赞！希望大家多多采购高雄出产的首选农产品，全世界最好吃的凤梨冰棒、水果冰棒，我最喜欢。买凤